群友看他的影片真的很赞，可以同时可以学台湾的东西，还可以学日文的东西，超赞，记得要看。这个叫什么？白斩鸡。白斩鸡。白斩。白斩鸡。白斩鸡。白斩鸡。这是自己养的，吃玉米的。啊。ちょっと出してます。很好吃。不一样，不一样吗？不一样，一个辣，一个不辣的。啊，好。一つ辛くて辛くないです。そうですよね。すごいうまい。あ、给我那个一一把。碗吗？两个吗？两个，嗯。谢谢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このスイレンってやつあったかいうちにぜひ食べてほしいので。めちゃくちゃ美味しいですこれは。台湾人こういうところは優しいよね。本当に。可以一点点。我说里面的推荐是什么什么，或者是……哦，你要听我讲。嗯。好。好。我不上镜头哎。你可爱，你也没。我可爱吗？对，可爱没关系。你的可爱。我穿得很丑。那我要讲什么？所以里面的推荐的那个。我们的白斩鸡是招牌，自己养的鸡，然后吃玉米的。玉米是那个 corn， 对，我们的饲料是玉米啊。对，那我们还有另外两种鸡是炸鸡跟三杯鸡，三杯鸡的酱是我们自己做啊，真的非常好吃，谢谢。谢谢。我们这边星期一公休，那平常的话才预约制，对，一到五可以提前一天先打电话来 ，OK， 啊，六日是整天都有营业。哦，好，然后这个是那个是我们的名片。等一下，晚上去老春节。二十六上就好。对 ，Google 野餐就可以了。嗯 ，Google 啊 ，Google 就可以了。坐那个计程车比较方便嘛。一般开车的话啊，开车也可以。一般开车骑摩托车。OK， 谢谢。谢谢。